安逸的很嘛。大家好，我是西安美食猫，今儿咱们来做一个粉蒸肉啊。我还买了点荷叶饼，咱拿荷叶饼加粉蒸肉，我们西安把这个叫龙子肉夹馍。加红腐乳、白砂糖、豆瓣酱，这个豆瓣酱已经剁碎了，白胡椒、生抽，用手抓均匀，腌上一会儿让它入味。蒸肉米粉来上一点，不要太多，倒上一点油啊，来肉皮朝下把肉铺到碗底，加一点点肥，不敢太干了。来，盖上一层保鲜膜。大火烧开之后，咱们来转成中小火，再蒸上两个小时，出来美了。时间快到了啊。OK。哎呀，这个盘子有点小，换个大的。一二三，坐起。粉蒸肉搞定，快点快点，赶紧加个馍，趁热啊，趁热加个馍。肥而不腻，味儿美很。龙子肉夹馍，再来一个。只要时间蒸到了，一点都不会腻。这也太香了。肉吃到嘴里边入口即化，美很。剩一个了，剩最后一个了。吃饭就要大口吃，大口吃才过瘾。这你要大口下去，肉跟馍在嘴里边咀嚼，舒服的很。